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卡努台风的后续动态，还有未来都苏芮台风的后续动态跟未来卡努台风的动向。可以看到，今天早上8点，都苏芮台风已经在中国的这个内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那我们台湾附近仍然会受到它的一些外围云系影响，所以在明后2天，台湾各地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偏多的，所以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那未来一周要关注到的是，目前在这一个位置的卡努台风。这个卡努台风目前的强度仍然是属于轻度台风，那这个暴风半径仍然是属于150公里。那这个卡努台风它仍然需要一些时间让它这个增强它的强度，未来一段时间它会趋向于琉球群岛一带的这个海域前进。我们台湾可以看到，今天整体来说云量已经是比昨天还要变少一点点，但是整体来说周围的云系仍然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所以水汽还是比较偏多，各地属于回到这种多云到晴，午后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今天的风向比较偏南到东南风，所以在东半部今天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降雨发生。那在雷达回波图的部分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附近这个会动的这些降雨回波数量仍然是比较多的。那也可以看到，在金门马祖的附近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带正在这边通过。这仍然是属于都苏芮台风后续的这一些比较旺盛的一个雨带。那台湾附近的水汽比较偏多一点点，但是主要整天都有不定时降雨的部分会是在东半部地区。那西半部地区比较明显的会是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在中部以北，今天的午后会比较旺盛一些。这个部分我们从定量向水预报看到，这是今天白天的定量向水预报图。你看到东部整天都有不定时的降雨出现。那西部的这中部以北的这个部分，还有整个西半部比较明显的是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在这个中部以北、台中以北这些地方，午后雷阵雨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降雨的强度可能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过了下午过后，各地大家在外出活动的朋友仍然要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晚上过后，仍然是属于有一些降雨的机会，但是会比较集中在这个东部的沿海跟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那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我们可以先看到卡努台风的这个，我们先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温度的分布。今天的温度跟昨天相比来说是稍微比较上升一点，因为昨天全台湾下雨的状况都是蛮明显的，所以温度稍微比较偏低。今天我们台湾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所以各地的高温都可以回到32到34度，东部的云量比较偏多，温度的部分是31到33度。那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受到卡努台风的这个动向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位置是在这个鄂伦比的这个东南东方大概是1600公里的海面上。那在未来的一两天内会朝向比较偏北北西的方向移动，然后到了大概在日本南方海面之后会转向西北，预计它是会从我们台湾北方的这个海面通过。那到了8月1号、8月2号，也就是说下礼拜二、下礼拜三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一周天气预测图。到了下礼拜二、下礼拜三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卡努台风的位置大约会是在我们台湾的北方的海面这个部分。那到时候它的风场对我们台湾的风向的影响，大概是比较偏向西到西北风的这一个风向，所以大概会是比较偏西到西北风的一个风向，所以整体来说。这个我们西半部地区的这个降雨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点，还有北部的降雨受到整个台风的外围影响、外围环流影响，都会比较明显一点点。那这个状况会一直维持到大概是8月2号的一个情形。8月2号整个台风的这个位置可能就已经是在这个比较偏中国的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台湾这个时间点受到的风向影响仍然是比较偏西到西南风的一个风向影响，所以在整个西部到西南部还有北部地区仍然是有降雨的机会，东半部是以午后热对流的一个影响为主。那台风走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关心到它后续带来的西南风会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在8月3号、8月4号这两天，整个台风的这个位置已经是在中国内陆这边消散掉了，但是带上来的这个西南风会对我们台湾西南部造成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所以在8月3号、8月4号过后，需要去注意到就是西南部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地方也会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降雨。那另外也要提醒到的是8月1号、8月2号这个卡努台风在我们台湾的北方这一带的时候，西南风在东南部的这边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东南部这边受到一些西南风影响，在这个
可能在屏东、台东、大武的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焚风发生的一个情形，这个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所以在未来一周的天气，我们可以看到，礼拜一开始水系算是礼拜一这一天算是未来一周水系比较少的一天，就是清晨到上午西部偶有一些阵雨，一些雨势发生。那午后的山区还有东部、南部都会有一些午后的阵雨。那周一到周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整个西半部还有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阵雨发生，局部短暂阵雨发生。那东半部则是比较偏背风面，所以主要东半部的雨势是午后雷阵雨。那到了周三、周四，台风已经比较远离我们台湾了，但是后续带上来的西南风会影响到中南部的地区，所以中南部的降雨在礼拜四、礼拜五过后会变得比较明显。那各地也都是一个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未来一周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尤其是午后雷阵雨，在最近一两天都要特别的留意。那下周二、下周三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在整个西半部还有北部地区，可能受到台风的这些感，台风外围环流的感受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那下周二开始，在东南部地区也要开始留意焚风。这个焚风的现象可能会从台风外围环流那一天，也就是说下周二开始，一直影响到整个后续西南风这整段时间都是有机会的。那礼拜一开始，这个卡努台风会慢慢的接近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北方的海面，所以东半部马祖开始容易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情形。所以今天的浪逐渐在减小了，但是很快的到下礼拜一开始，这一些地方的海面的海沿海的长浪又会开始的增加，所以在海边活动都要特别留意。以上是最新的天气说明。